我是 XT 啦，我是一个音乐监制和一个唱作人啦。我是第一届在 Fame 入面做女主角 Carmen 嘅。咁我系叫 Peter 啦，我今年 Year 4系英文系。咁我啱啱喺第八届嘅 musical 里面做《修女也疯狂》Sister Act 里面嘅 TJ， 同埋《吉屋出租》里面做 Roger。我剛才看回這八張就覺得哇，原來 CTU 都搞了八年的 musical， 很好啊這件事。因為其實我那年 join 的時候是沒有前人做過的，我們那時候是第一屆，所以都沒想過可以今天回到來看到哇已經做了八個 musical， 都很開心。這個真的假的，我一直都不敢看，我不敢看回。 你是有看過你完整的整個片段的嗎？我2016年睇過咯，即係啱啱完咗我就睇咯。真係好一陣。之後真係唔敢睇翻咯。好開心，好快啊！我嗰時嘅一啲 costume 都大家一齊去旺角度買嘅。型啊！好 cringe 咗嘅呢個。我總之就係頭先喺度睇嘅時候係呢個 scene 係好難連，因為咧係。很多人啊，首歌有很多不同的部分，即是群舞。好啊， okay, 可以。OK，key 啦，我俾你揀，跟住1、2、3，你俾個數字我啊。2啊都係 OK， 係咪啊？係咪啱噶？係你嚟噶？係啊，係。即係你嚟噶？係我嚟噶。OK。哇！原來咁嘅感覺嚟噶。Hi， my name is TJ。I'm about to sweep you off your feet and take you to a place that I'd like to call TJ Town. Now listen up. Right? Losing up those vestments just a bit. Whoa. Oh, that's it. Nice.但我覺得 musical 即係 in general 係所有 musical 嘅歌係好辨認到咯，即係你會覺得呢個就係 musical 嗰種 vibe 嗰種 energy。musical 有個 vibe 就係因為所有 character 唱嘅歌個 script 即係佢個 lyrics 上嘅原因都係有原因，即係要 build 個 character 咁樣，所以 musical 就係呢個 genre 嘅 magical 嘅地方咯。所以我覺得我寄望就係即係 musical 係一直咁做落去，一直咁樣俾一班同學去享受到。舞台，因為其實 musical 呢樣嘢始終坦白講係 niche 啲嘅，即係唔係話個個都知咩音樂劇係咩啊嘛。咁當介紹音樂劇呢樣嘢嘅時候，你親身去做就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體驗嚟嘅。咁所以一直長做長有啊，或者係每一屆嘅同學仔都可以喺每一場 show 裏邊 take 到啲嘢咁樣。係，我覺得享受舞台係好緊要嘅一件事。另外就係、其實我覺得 CTU musical 嘅可能性咧係非常之大嘅，因為其實真的因為 musical involve 太多不同的 art form 在一個大的 genre 入面，所以其實同學仔可以學到的東西或者更加接觸的東西更加多。如果喜歡 musical， 喜歡 CTU musical 的話，就記住去 follow 我們的 Instagram， 去 like 我們的 page， 去多些留意一下最新的消息啦。我們希望在觀眾席可以見到你們。